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姓潘，哦，叫潘亮华。我来自高屏地区的平埔族的原住民，哦，叫。我是马卡道主啦吼，啊，等下我会介绍讲，到底咱台湾有偌济平埔族吼，啊，那么今仔因为林志祥秘书长有代志吼，啊，所以林志叫我甲代替呢吼，好，后来咱来看，咱台湾要国际地位要变哪正常化吼，啊，咱来看吼，啊，这台湾民政府有四个主张，啊，咱过来甲学习一下吼。咱是根据国际法律，吼，要予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来予正常化。啊，咱反对美属，吼，有人咧讲要甲台湾变作美国的51州，吼，啊，但是这真困难啦，吼，因为有一个波多黎各已经是美国属地，已经百几冬啊，以后无法度变作美国的1州。虽然因有公投4摆啊，第四摆到去年年底有通过，但是因为美国的参众议院无予伊发言，所以公投要做美国的51州有通过，但是无法律效果就对了哈。好，啊，咱反对台湾来建国独立哈，啊，这较慢我会等下较我来讲的哈。OK， 好，啊，咱遵守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就包括万国公法，包括国际战争法，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这个旧金山和平条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有经过因的国会通过，哈。OK， 啊，咱无要使用暴力，还是武力，但是咱用国政的方法来和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哦，咱上重要就是要甲这国民党这个走路政权，哦，要甲请等于因家己等于金门妈祖了哈。OK， 咱对中国殖民政权，就是卖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伊所推动的事务，哈，咱拢无要合作，也无要堪伊配合。好 ，OK， 好，这包括比如讲，啊，咱应该卖参加因中华民国体制内国级的选举了哈。因为你若堪伊参选，是延长伊中华民国大台湾的生命了哈。来，啊，咱日本的天皇要阁保有咱台湾的所有权哈，主权了。啊，美国总统是握有台湾的占领权哈。美国总统伊有责任哈，根据万国公法哈，来实现咱台湾地位的正常化哈。咱台湾的地位，拢方讲未定论哈。啊，那么咱希望讲，赶紧的，咱会当有一个定论啦，哈。来，啊，咱过来看，到底咱台湾近代的主权的地位，用法律方式来解释哈，有啥物变化？啊，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1895年的日本的天皇，哈，伊是依照下关条，就是中国政府咧讲的马关条。为大清帝国皇帝出的台湾甲平哦，啊，这就因为大清帝国向日本烧钱，这个甲午战争，大清战败哈，啊，所以你看这是天皇对皇帝，顶皇帝对皇帝哈，啊，这个割让就是咱目前台湾甲平哦的主权是日本天皇的 ，OK， 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战败哈，所以伫1952年。4月28日，这个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注意哦，这个台湾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你就敢若讲，比如讲，一块土地，比如我的土地，我跋脚跋输啊，我无现金通好予人，我甲这块土地抵押予伊安尼意思，但是无办过户嘛，对不对？哦，哎，即卖迄块土地是别人咧管理，哈。OK。第三，
目前台湾甲澎湖，也阁是伫主要占领权国。这个主要占领权国是旧金山合约内底所讲的吼，美国军事占领中，即卖也阁美国甲咱军事占领中。吼，啊，足侪人会讲，我拢无看到美军。我较等下我会解释吼。啊，即卖依照台湾管理法，吼，这个是美国所定的台湾管理法，暂时也阁委由台湾地理当局，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政府吼。也搁咧代理管辖中。这个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就袂使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所以伊个和伫台湾管理法内底是写台湾 authority， 哈，就是台湾地理当局。啊，这个台湾地理当局伊搁用复数 authorities， 哈，这个就是讲任何会当去甲接替这个台湾地理当局。所以即卖美国拢咧讲台湾，台湾是咧讲即个台湾治理当局，吼，唔是咧讲咱台湾国，也是咧讲啥物台湾共和国，唔是哦，吼，即来注意。好，啊，过来咱来讲台湾，伫即60几年，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拢把咱台湾人教做变做一半以上的人拢变做中国人去啊，吼，啊，所以是安怎？咱2300万人内底，扣掉因中国人，哦，差不多300万人。咱2000万人的本土台湾人，竟然选举拢选输中国人300万人，就是咱祖先，咱咧读国小，迄座位簿后壁显示讲，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吧？那做中国人拢堂堂正正，啊，改成意思讲，那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哦，哎。啊，所以做啊，因中国党做啊，照顾因中国人，啊，所以拢互因福利特别好，吼、哦、啊，所以因拢因本来是难民呢，即摆煞变做农民啦，本来是走路啊，吼啊，即摆煞爬去咱头壳顶咧放在放着，吼、哦，食台湾、用台湾、啉台湾，佮嫌台湾，啊，咱有够衰，吼、哦。啊，因讲哦，蒋介石迄阵。大200万的200万两的黄金来台湾，所以咱台湾的经济较会好，骗人的。因迄200万两的迄黄金，干那年外，因干那发给因家己遐兵啊，走路来台湾遐兵啊，都发了呀，年外都发了呀。啊，剩的60几年，敢毋是拢靠咱台湾人甲取开，用咱台湾的钱甲发薪水的？早期因要发薪水。那用纸钞的无碍，伊要按黄金讲，这较袂贬值。吼，因为较早有40000多块，恁知影，所以那纸钞用无碍。吼，来，上场，咱来先知影讲，咱到底是虾米人？我是谁？吼，你若身份地位拢无搞清楚，你煞会做中国人？吼，你都袂记讲咱是本土的台湾人。OK， 台湾平埔族，我即摆先讲这個。因西部平地拢叫做平埔族，啊，那这高山，吼、哦，咱即马搞搞，较早拢讲原住民，咱即马甲讲高山住民，吼、哦，高山族了，吼、哦。那么高山原住民，今目前有14种，吼、哦。啊，我即马来讲，迄种大家较知影，有啥物卢凯族啦、泰雅族啦，吼、哦、阿美族、哈、哦、达悟族，吼、哦，足侪。那么较少人咧讲平埔族。因为清朝就开始咧甲咱同化，吼、哦，来到中华民国佫较吃力，伊拢甲咱的所番拢浮条拢改做讲号做汉人，其实拢甲咱骗，吼、哦，伊就是无爱互你知影讲你是本土的台湾人，啊，甲你教做讲你是中国人，安尼，咱下面拢共国的，伊要甲咱管较好管，哈、哦。那么为北部来看，宜兰只有。迄、那个克马兰族哈，卡巴兰哈，啊，那么有一部分嘛有迄个凯达格兰族，那么台北地区就凯达格兰族了哈，那么这是台北地区的平埔族哈，所以迄个总统府头前有一条路，较早做建设路，啊，边下去做总统了，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就是你若要空间游泳，拢会走去里啊哈，啊，那么咱。桃竹苗地区的道卡斯族，好，好，过来中部才有
巴寨哈，啊帕布拉甲马布萨哈，即个族群拢伫中部，伫中华森林遮哈。啊，那么这个台南地区有西拉雅族啦，啊，嘉义这个嘉义甲森林是洪雅族。啊，那么这个地图的顶端阁欠两个族。无写的，就是高滨地区马卡道族，我着马卡道族哈，啊，阁有一个小林村了，有一个大满族，啊，叫个大满族伫莫拉克风灾，好无？灭村，山崩，规庄差不多村五六十个无许砍死哈，啊，阁有一族，族外族的，或者不满族，好，台湾即马大家拢做对，马英九做不满的。啊！你也讲，这个地区的马卡道族足歹记的，你也毋捌听过。我甲你介绍者，你就会记的。这个马卡道族伫谢长廷做高雄市长的时，伫迄个纵贯线的铁路平交道边啊，设一个这个马卡道路，好，咧纪念阮的马卡道族。啊！你甲想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回家来弄的，啊，就包出来，哦，或者马卡道，哦，安尼你就好记啊，哈、哦，哎，马卡道族了哈、哦，啊，所以到底你是谁？你那差不多你那做迄去哩迄代人，差不多伫对出事，早期因为交通不方便，咱有东西向这溪流吼，就是一个天险，所以有可能这个溪的南边讲的话，跟溪的北边讲的话就无同啊，就无同做啊。所以你若问讲，哦，恁较早祖先是伫哦，比如讲家己出世，哦，啊，你可能是洪雅族的平埔族的后裔，吼、哦，恁来家己等于查去了解，吼、哦，看恁阿祖是为对搬来你即马住迄个所在，吼、哦、，OK， 啊，了解了，你才会知哦，原来我是本土的台湾人，我唔是中国人，吼、哦、，OK。嗯，啊，你讲你唔是中国人，啊，太咱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好、哦，啊！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好、哦、啊，所以就要来请咱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哈、哦，啊，咱会摕这个，就是因为咱伫1955年的日华台北合约。哈、哦，当然，搁较早1946年的1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就甲咱所有台湾人。拢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即美国甲英国外交部，因拢有发电文发三摆抗议中华民国，讲啊，台湾即摆世界和平还袂和平条约还袂签，吼、哦，旧金山合约还袂签，台湾到底要交什么人还袂决定？啊，你哪会使甲即个住民，即日本的台湾人，你拢甲改做中华民国国民？哦，因美国甲英国拢抗议，哈、哦，啊，一直到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伫4月28日生效，4月28日迄天，伫美国的压迫之下，要求日本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较来签，人已经旧金山合约已经生效啊，因较来签一个日华台北合约，哦，代表讲中华民国。跟日本已经战争结束，吼、哦，不是在敌对啊！啊，这个日华合约内底的第10条有讲，甲伫台湾顶管的原来所徛的这本土的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注意视同哦，用视同这字哦，哈、哦，其实视同就是唔是就对啦，对啊，卖英句讲的，我把你们当人看，好不好？伊个心内就是讲，我无甲你当作人看，哦，咱是暂时要用这个合约，用视同，暂时甲你当作中华民国个国民，甲你款待吼，安尼伊较好管理吼、哦，是安尼 ，OK。那么，过来讲，啊，是安怎咱台湾人，美国个联邦电影法院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吼、哦，啊，就为遮看，就是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啊，这个建交了，跟中华民国这个，
断交了对吧？哈，啊，断交，这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去啊。啊，失效去就是讲，本来咱已经日本国这暂时被悬置，哦，唔是判刑哦，调解暂时无用，咱暂时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变作中华民国国民。啊，但是日华合约一个甲伊取消去，哇，咱煞连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嘛无去啊。所以，咱去告美国了，美国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这是因为1972年了，咱就无国籍啊，甲真，哈、哦。那么咱台湾的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咧？哦，啊，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哦，咱的潜在国籍就咱是大日本帝国，哦，咱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哦，哈，唔是即卖这个日本政府哦，哈，日本大日本帝国含即卖日本政府是无共哈。哦啊，这个国籍要安怎恢复？就是讲，咱即马在做吼、哦，所以咱即马在写历史。美国要求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个人哈、哦，啊有爱41万份呢。台湾政府所核发的身份证了，美国要甲政权交予咱。美国是安怎要要求这个？因为伊较早哦去占伊拉克，有伊食到惊。就是讲，无叫伊拉克训练一组头壳清楚的人来接伊拉克的民政府，所以接了到来哦，乱七八糟，哈、哦。所以伊即嘛要求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人，这人爱头壳清楚，袂去讲要台湾要独立，台湾无独立的条件，哦。美国讲台湾若独立，就是战争，哦。啊，这等下好过来讲，哈、哦。啊，咱那要求。美国甲咱要求这两个咱做好，啊，美国军政府入来，啊，予咱台湾人家己管家己了，吼、哦，啊，咱爱去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哈、哦，就是讲，要求本来咱的母国含美国参详，吼、哦，譬如讲爱赔偿偌济战争债予美国，咱依照琉球，琉球较早是日本政府含美国政府参详，琉球政府开3亿2000万美金。哦，交予美国，按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琉球拢阁相当于日本政府哈、哦。当然把，迄阵钓鱼台嘛是包括伫琉球内底，拢相当予日本政府哈、哦。啊，咱就要照这个模式，哈、哦，那日本政府甲这个战争再还了，啊，咱依照这个模式，台湾返还模式，哦，咱等于日本，啊，咱就会当阁恢复日本国籍哈。哦OK， 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欧美国家较先进的，因拢用属地主义。只要迄个囡仔若伫迄个国土生，也是伫个父灵基顶，伫因个国籍个尊顶，若生囡仔，迄个囡仔就属迄个国籍，好比用美国。所以美国嘛属地主义，所以这中国人李庆安，哈。伊大巴肚时，吼、哦，就赶紧走去美国，伫美国家己囡仔生啦，伊个囡仔变美国籍个，哦，这就是属地主义。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伫遐生，啊，你属迄个国家个人，啊，你就会爱迄个国土，爱迄个国家，这属地的好处。那么东方，吼、哦，日本包括中国遮，因都拢用属人主义。哦，所以你大清帝国迄阵做滴。因为清朝的迄个劳工吼，就像即卖太劳、肥劳，烧去美国去甲美国倒开铁路、倒挖矿有无？因为旧金山有无？遐做滴遐有做滴迄个 China Town， 因遐个人吼，伫美国佫生囝了，生几下代，因拢自认为因是华人，因较袂去随认同当地，因为因拢用属人主义。啊，我若死，我着爱落叶归根，爱去死转因中国着对，哦，爱骨头骨爱去送倒转去，哦，啊，所以因袂去听听同迄个所在，包括明朝甲一个人随着郑和吼下西洋啊，也是因为水流的关系，掠鱼啊掠了以后，水流流去到南洋，就印尼、马来西亚，哦，啊加新加坡，是毋拢作侪华人？啊，印尼甲马来西亚是安怎排华？就是因遮华人的后代。哦，底下有赚到钱啊！啊，因华人拢会集中一个所在，叫做 China Town， 哦，中国城。啊，因干那买大项工，大项工赚，
啊，无要回馈乡里，应该来顾家己顾好就好啊。所以造成讲，因当地迄个印尼人啊，是马来西亚人，拢较善食，啊，华人拢较有钱，啊，华人都较干巧，因为中国人这三五千年来，就是拢咧讲白贼，哦，因若咧讲白贼，脸不红，气不喘。啊！伊若用犯罪甲你诈骗，你讲像美国有发明啥物测谎机，对华人无效。因自古就拢自细汉就拢训练咧讲白贼的啊，讲了足惯子啊，所以脸不红气不喘，你甲测袂出来。哦，啊，所以用这属人主义造成，因袂听同当地。所以你看，因中国人1949年大撤退，啊，要200万只猪来遮吼，伊讲伊。有200万两个黄金来，我看是因200万只猪来，互咱饲到即嘛，这猪阁袂太滴，吼、哦。属人主义的人袂听在听懂的，吼、哦。所以有句话讲，咱拢讲因中国猪就讲，因来拢甲咱吞搭，食咱的用咱的，还阁嫌咱，吼、哦。OK， 好。来，啊，咱来先了解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血统到底是安怎？哈、哦，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哦，啊，这句嘛有问题呢。无长山嘛，这是绝对对的，无唔对，哈、哦。因为较早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哦，有这句话哈。哦是安怎？因为迄阵登山来吼，拢是查甫较济，因为迄阵查甫的，迄阵海禁嘛，吼啊要偷渡来，拢是查甫较济。啊，所以登山讲来台湾，平均10个内底6个爱死，3个留落，一个带袂下去转去吼。啊，你来看这三楼会当留偌久？因为因中国人。哦，清朝人啦吼，因来台湾，因无台湾的一挂疾病的抗体，所以干那好蚊啊叮，就着登革热，就爱出来哦，出血性登革热啊，是啊蚊，其他蚊虫家就着啥物，可勒啦吼，霍乱遮吼，就爱死啊，所以一定留落来足少的。那么，我再讲牡丹社事件，当初琉球的。渔民拄到风台发生传染，哦，因漂流起来，为迄个旭海遐起来。哎呦，牡丹社的遐原住民有甲抬，哦，啊有12个有逃走出去，啊逃走来伫这个，迄种车城迄边遐吼。哎呦，客家人甲护送来红山护城了，啊甲送登去琉球。啊，所以日本政府就派这个外交人员跟大清帝国交涉，讲是安怎恁的人把阮的琉球渔民杀死。啊，大清帝国甲回批讲，哎、啊、是化外之地，吼、哦，迄毋是我所管辖之地，吼、哦。啊，你要去甲处罚毋处罚，吼、哦，在恁去处罚，吼、哦。啊，当然日本就迄阵拄啊去甲德国学一寡。陆战的这个带兵的方式，吼，啊，拄啊训练一批兵工部来，趁这个机会出来练兵试看卖，吼，啊，就派2000几名坐船啊，就为车城攻起来哦，吼，啊，就去拍这个牡丹社，啊，最后有一个石门古战场，吼，迄个一个天险，迄个迄个算高沙族的，南台湾族的人就守底下，吼，那么因的武器较歹，因敢若有。弓箭，吼，啊有迄个单花的猎枪，吼，啊有长矛，啊当然，迄阵日本政府已经较发展啦，有山炮，啊有机关枪，啊有较先进的步枪，当然拍，日本安那40-30个有，吼，啊就有迄个功力，但是原住民嘛做个游击战的，你要甲台，介一人死困难，因拢撤退，吼，啊甲这个砖头扭过来，啊日本兵来只好干那。把这砖头放火烧尔，啊，都录音都录也袂到，啊，结果变一个拉锯战啊，原住民就定出来游击战啊，啊，拍打就跑，
啊，日本变个无啥敢入去森林，迄个迄种鬼拢山林嘛，哈，做个原住民做个味的，哈，原住民这个高山义勇军是作用的，哈，好，啊，那么在安尼情拉锯战之下，哈，因也唔走，日本兵也唔走，啊，我呢，大清帝国呢紧张，哇，你妈安尼哪一直占领落嘛，唔是呢，哈，啊，这个日本的将领啊，从啊我呢拍安尼，啊，都啊驻扎。干那休邦啊，电视的吼破病，讲六百几个啦，啊，小电视的三四十个尔啦，啊，休邦同电视的就可能啦，闹赛事的吼六百几个，啊，要提也唔是，啊，清朝拄啊来，原来来讲，嘛，那个日本政府就甲因讲，你若无啊赔偿我吼，我开这军费吼，我要多只留咧，不爱走，啊，大清帝国看，嗯，袂使呢，大清。这个无代无志，煞阵爱赔去赔迄个白银，唔知几百万两吼，赔予因啊，因较起兵较走，算有摕到钱较要走啦，啊，若无要去日本兵要去留在遮吼。啊，你看，伊这个台湾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吼，会当保留咱台湾原住民的基因，因为咱会当留在遮，就是咱拢有抗体，才会当活落来吼。啊，活来无抗体。干那蠓虫叮，哎，就爱死啊！所以啊，这个登山公就无存无几个人嘛。啊，那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嘛？啊，无啊，咱台湾的查甫拢死了啊！哦，所以这句话嘛有问题啦，哈、哦。有台湾阿公，哈、哦，啊，有台湾阿妈，好、哦、，OK。这句安尼较对了哈、哦。好，啊，咱本土的台湾阿公，从外，好、哦，啊，即马拢即马台湾人拢。哈美、哈日、哈韩，真啦。台湾阿公直接干那种胖见，就是清朝来要甲咱满化，吼、哦、满人嘛，伊要甲咱满化，吼、哦、讲汉话可能大家听较有，所以伊就要求你爱讲因大清的官话。哦，你若要讲大清的官话，哦，我就甲你升起做一个小官，吼、哦。啊，若做愈久就会升愈悬安尼。我、哦、啊，你若有。大清帝国的清查，有长袍马褂，还是挂迄个辫长辫子的哈，哦，拢有甲你特别优待，还是讲甲你减税收，哦，啊，都足侪人当然都活过啊，台湾人短视近利的都拢活过啊，啊，学因的话，吼，啊，所以造成本土的台湾人并无作家一直满化，哈，一直汉化，啊，造成讲拢咧学。大清的迄个福建话和闽南话，也就广东的客话哈、哦，所以都像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哦，啊，咱就咱的老一辈嘛就拢学日语呀，哦，啊，就台湾话都可能较袂晓讲，哦，像即卖中国人来了，限制咱袂当讲台语，有无？即卖少年呢，作侪台语拢袂晓讲啊，讲甲哩哩啦啦，哈，哪会讲啊哩哩啦啦，啊，所以。这个哈美就是讲，美国伊是强势文化，伊电视、电影安尼讲入来台湾，所以台湾人啊，早期拢哈美。啊，即马过来换日本，伫70年代开始，因的电子产业好改了，咱的收音机、电视吼，较早索尼的电视哈，啊是即马录音机，因的录音机啊是摄录影机，即电子产品、手表啊，换日本人做啊做的。哦，所以有阵嘛，咱拢看日剧，吼、哦，好不？啊，差不多7-8年前日剧，哦，是咪作事件？但是这5年来，哇，韩国情来，哇，韩剧咧流行，啊，韩国的手机啊，哈、哦，你嘛也请假，哈、哦、，OK。所以台湾的阿公说，因为一直想要学清朝的清查创啥说，介侪人家己的话语袂晓讲，哈、哦、，OK， 好。那么，我这头都讲过了哈。好，啊，日本时代嘛是把咱台湾人华民化。哦，只要你呐，也要讲日语的，哦，你或者国语家庭的哈，啊，是你呐穿日本衫裤的，哈，穿目镜的，哦，是不是？哦，啊，你都拢依照日本的生活习惯、的文化咧行，哦，伊日本嘛会甲你优待哈。OK， 好。啊，战败的国，因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本土台湾人
85%以上的有原住民的血统。咱甲咱的手，你甲伸落滴弯起来，你若看只有一寸的，迄种平无足的，啊，啊是你的脚掌甲迄尾仔上细肌的咧，然后鼻唇的，拢平无足的。啊，过来就是皮肤，安尼小块乌青乌青，像我安尼，我这头含七分色的哈，哦，这拢平无足的，哦，啊是目睭双眼皮的，哦，这拢较典型的。荷兰，你注意看，荷兰迄个郑成功甲赶走，所以荷兰人是毋是规个拢为伫台南府城遐拢撤走，无留啥物荷兰人落来嘛？当然有留一寡跟平埔族混血遐混血而有，所以有时啊，伊有隔代遗传，迄囡仔阵向个发红头毛，哦，红毛国哈，荷兰咱迄阵拢个讲红毛国个哈，就因为头毛红红嘛。OK， 后来啊，政治王朝。个大清帝国甲消灭哈，啊，这个郑成功遐个军功教人员伫台湾遮，伊拢完全拢甲迁徙等于大清帝国，因为伊惊佫留在遮，佫三五十年啊，因佫结几党，佫要来反清复明，吼，都麻烦。唔呐，甲因个军功教遮个大迄个政治王朝的人拢刷断，连骨头都乌断。哦，伊惊讲迄个亡。郑成功的梦，还是郑经的梦，什么人的梦，还是大将军的梦，要留在呀？即个什么郑氏王朝的余党，哎，祭拜迄种一个精神的象征，佮团结因遐的部将吼，拿过来作乱，所以连骨头乌断，台湾人戆戆，佮问讲啊，恁在创啥？讲咧捡骨，对后日啊对即个后代较好，啊，台湾人戆戆，对咧即马拢咧捡骨啦，就是安尼。啊，咱唔是讲。是大人入土为安吗？啊，都入土就好啊 ，OK。啊，你个乌开、个叉开、个叫开冲呐？哎、欸，要叫开食乌啊番薯啊？哦，啊所以啊，即嘛大清帝国，那个亲日甲午战争战败，哦，又日本个拍败，大清帝国个人民，日本政府，予伊两年的时间，马关条约咧签的时代，就讲。限两年的时间，你若无要住遮，你会使甲你的家产拢卖卖咧，恁等于大清吼。啊，若两年满，你留伫遮，我到日本帝国就甲你当作日本臣民来款待吼。今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向美国打败。日本迄阵伫台湾有30几万的因的军教人员，即个甲包括眷属，拢和美国。甲刷登去因日本的内地去四个大岛哈，所以嘛无留啥物日本人伫遮。当然伊那混血是有啦哈。啊，即嘛台湾是迄个中华民国代理咧占领，吼，这是美国派伊大家来占领哈。所以嘛无留偌济外国人在咱遮嘛。哦，所以拿来占领台湾的外国人，佮迄个后一批的外国人佮甲赶倒，对不对？所以咱大部分拢是。原住民的基因呐、啊，好，啊，咱另外看日本时代有做户口调查，哦，哎、啊，现在因有足济户口成本内底拢有做乌乌，你来看，这拢做乌，这是尾啊，中华民国来，国民党来了，伊发现讲，哦，啊，这日本人好政事事务做甲遮好势，台湾人对一族对一族拢有分。哦，那写数，哦，你著数翻，就咱平埔族，哦，数翻就是平埔族啦，吼，那写数，啊，那写翻，哦，迄种生翻就较山顶遐，哦，高山原住民遮，啊，那写福，就是你已经不要讲你原地迄族的话语啊，干那要讲福，就是闽南话，其实你嘛是平埔族的，但是你已经把你迄族的话不要讲伊啊，干那要讲闽南话。哦，伊就改写福，即福建的话嘛。啊，你若要讲客话，啊，不要讲你道家师祖的话啊，伊就改写迄个广，对广东遐来。好、哦，所以咱只是话语变异啊。如果第二次战后，美军无派中华民国的部队来占领，美军像刘元安呢，直接美军占领，咱今仔大家拢咧讲日语，日语讲甲写写叫呢。因为阮
爸爸妈妈拢受日本教育，因哦，因阮爸爸因迄代拢会晓讲日语啊。我若看因咧通车来，就拢咧讲日语哈。啊，所以国民党政府惊讲咱知影咱的身份，所以拢家己拢自我乌乌，唔包你知影讲你是苏番还是生番还是好 ，OK 好。啊，那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当祖国哈，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即句话吼，我听了足袂爽的，嗯，再讲啊我是人嘛是狗，干嘛呢？哦，人就是人，我若是台湾人，我就日本的台湾人，我才是中国人哈 ，OK， 咱以2008年陈文敏来台湾，即个来做这个咧哈。迄阵因来是毋是马英九下令讲拢袂使用，袂当挂中华民国旗啊！啊，中华民国若看有人挂迄个挂旗啊吼，迄个因个警察都拢甲旗啊抢来，啊，为抢来佫压路灯吼，啊，等本州人。咱戆台湾人吼，尤其民进党遮吼，竟然无讲对伊收旗啊，还是压旗啊，还是等本州人，讲献中华民国旗啊，所以讲要捍卫中华民国。安尼头壳有歹无？咱毋是咧反对中华民国吗？民进党毋是讲要甲中华民国安怎变过吗？要打倒国民党吗？安那咧捍卫因的国旗，因都袂啊，咱才会甲捡起咧用，捡起咧保护咧捍卫吼。啊，等到五星旗出现吼，哦，拢建在咧甲保护，即拢建在哦。好，啊，过来用去年英国的伦敦奥运会吼。本来伦敦奥运会吼，有甲中华民国旗啊挂，往那挂伫遮，阿强啊抗议，吼啊伦敦奥运会就赶紧甲拆落来。啊，咱台湾人佫家己计较啊，佫摕中华民国旗啊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吼，这就是咱迄个教甲台湾人变做中国人，吼。啊，过来，讲咧爱台湾，讲三太子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我们向前冲。这三太子嘛是咱南部高雄地区，伫迄个世运会哈，开始穿起来，好不好？啊，即马煞原来带领，即台湾人带咧烧即中华民国国旗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啊，这就是原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发作了哈。咱又破坏啊，搁咧举因个国旗咧点咧欢喜，吼啊，大概若讲究呐，讲赢还是比赛赢啊都。遐选手着搁摕中华民国国旗在咧当作衫裤咧穿啊，吼，这拢唔对啦吼。啊，咱个国家个认同错误个始作俑者，吼，咱来看中华民国个民进党，伊个1999年个台湾前途国旗文内底有写，讲台湾是主权独立个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我就食了无？本来台湾跟中华民国伫法理上是牵起来，因为伫马关条约1999挂念哦日本天皇了，咱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跟中华民国是牵起来。所有的国际文件内底拢无将台湾挂念，还是转移予中华民国，无这个国际文件。所有的咱土地买卖。拢爱有大书吼，写文书吼，爱搁予地政事务所来勘查、来测量、定界址，有无？啊，你一个国家的主权，哪会当安尼用讲的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该是安尼吼？啊，敢若讲，我已经是一个五朝以上的男子汉。我的名叫做鲁林，安尼好无？我是一个东东五朝以上的查甫囝，啊，我的名叫做阿娇，哦，这未通啊，哈，好。啊，蔡英文这个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而且犯了同样的错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哈，有。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哦，吃力啦！今嘛这个政府，敢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唔是嘛？因啊，竞选拢嘛咧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哦、啊，总统较叫行政院长咧组阁嘛，迄是中国嘛。啊，咱台湾人是堪咪咧选啥？你讲达赖喇嘛伊逃亡去印度，成立因的西藏吐蕃流亡政府，因咧选总理的时候。刚好叫印度人来看民选，印度人佫较戆嘛，袂去看民选吼。结果咱台湾人咧看民选，看这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咧选吼。OK， 好啦，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吼，一例哈。第一，咱作爱讲外省人，即六十几年吼，咱许中国人甲咱教讲分做本省人甲外省人，吼，即个外省人唔对哈。爱改做啥？中国人对，啊，爱中国人。台湾你会记足简单嘞。台湾敢那伫台湾敢那有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剩嘞叫做外国人。你安尼做个分呢？中国人就是做外国人，啊，美国人伫台湾嘛是外国人，哦，啊，泰劳嘛是外国人，哦，啊，所以你安尼做个分呢？台湾敢那两种人呢？哈，你该会记。无外省人吼，过来讲全省，敢对？应该安怎讲？啊？讲全台湾就对啊。啊，若讲台湾国就唔对啊，因为台湾唔是国家，吼，台湾是一个地理名词哈。来，过来，大陆，敢对？爱讲啥？对，嘿，真好哈。这较大声，就表示介侪人知影。你若讲大陆，我阿咱说变啥小岛呢？啊，咱就矮一截一样吼，所以因是中国吼。哦，啊，过来，星岛应该讲啥？啊？国岛唔是？星岛爱讲台山。那迄个，咱即卖所谓因咧讲的省道有一号吼，省道一号线吼，啊拢爱讲台一线，还是台九线，啊台七线安尼吼，好，因为安尼知影啦吼，即个大家小改一下吼，惯习得啊，因为咱已经讲六十几年啊。真容易，像迄顺过了，一日就讲出来啊，讲大陆大陆，讲甲足顺的，吼，啊，咱来看下改，吼、哦。伊若讲大陆，咱变小岛嘛，吼、哦。啊，伊若讲外省人，啊，咱煞变本省人，煞变伊一省啊，你唔对啊，吼、哦。好 ，OK， 好。后来咱来分析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啊，这个国务卿呢，吼，这个国务卿，这美国一级的官员哈，这是伫2004年10月25日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的。这个鲍威尔就较早波湾第一次战争哈，伊迄阵是指挥官，哈，这个欧人，非洲裔的哈，啊，尾啊，这个国务卿哈，啊，伊所讲的，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 ，OK？ 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这个怪怪哈，境外，伫美国的境外的国内，因为伊用台湾关系法咧管台湾，啊，这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啊，啊，美国因为伊建后，伊为台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嘛暂时由台湾代理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代理中。这个境外国呢，类似琉球当时迄个美军占领的时阵，琉球人伊若要去东京，算出国，因为迄阵琉球等于日本的境外，哈、哦。啊，同款，台湾即卖情况也同款哈。啊，那么国家有一个四个认定的标准，哈、哦，啊，咱来看对四个，就是爱有领土，爱有人口，爱有政府。爱阁有外交权，吼、哦！你若有这四个，
确实算标准的一个国家。好，咱来看，恁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国，后来台湾国有领土无？这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国无领土。后来，这人口呢，即马到底台湾这的人口，哦，暂时，哦，进前是。从早是要去日本国籍的是1952年四月二八以前要日本国籍，哈、哦，四月二八了后改做中华民国国籍，哈、哦，啊尾啊变无国籍，哈、哦，啊等于无台湾国的人口啊，哈、哦，后来我讲哦，即马有啊，有台湾政府，唔是这个叫做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嘛唔是台湾国的政府，后来讲有啊，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阮有堪有邦交。你甲提因的建交公报出来看，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唔是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嘛无外交权，所以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哈、哦。这拄啊呼应头拄啊迄个鲍威尔讲的哈、哦。好，啊，再来讲，哇，啊，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哦，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这个逻辑安尼敢会通？哦，你即马想，那拜关公、妈祖拢中国人，啊，那信耶稣的拢是以色列人，还是拢美国人？吼、哦，啊，那拜佛祖迄个那佛教的吼，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啊，咪拢印度人？啊，那用汉语的拢中国人，安尼那用写英语的？哦，一半以上全世界，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咧用英语，吼、哦。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嘛是英语，按因拢美国人，吼、哦。所以这袂通啊，吼、哦。来，啊是安怎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吼、哦。啊，这咱以琉球，日本的琉球来做咧。日本的琉球，1945年四月初，美军。去甲攻打，去甲占领了，因琉球就成立美国军政府，吼、哦，啊下骹美国军政府要管当地琉球人民，真歹管，安那话语袂通，袂通，美国人讲英语，日本人讲日语，吼、哦，啊赛车，日本人开韩道路正平，啊伊赛倒平，吼、哦，啊美国人韩道路倒平，啊赛正平，啊当。菜主就不是咧烧龙，烧龙要火，个话语个袂通，吼、哦，啊，所以就爱成立当地民政府，吼、哦，当地较亲密的地方的头人组一个琉球民政府，吼、哦，啊，因内底嘛有司法、行政、立法，吼、哦，三权拢有，吼、哦，互因日本人来管因日本人，吼、哦，安尼较袂发生纠纷，啊，因琉球民政府所。你要发，爱送给美国军政府看，那认为没有问题，就照安尼实施。啊，实际的中间，那发现讲，这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军政府有权、有高权，哈、哦，一定给删除掉，哈、哦，给废止迄个条文。OK， 啊，即马咱台湾民政府要成立，就是以这个模式，哈、哦，就是以后咱台湾人哦来管家己，哈、哦，咱有家己的。行政部门、家己的立法、家己的司法，哈，啊，当然是伫美国军政府的掌控指导之下，哈。来，2006年的抗美案，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介绍了，哈。这个七当前，哈，诶，2006年10月20日，林志升这个抗美案，伊是带228人，哦，去。个美国的华府联邦的法院，结果伫这个3月18日，2008年的3月18日，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或者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无国籍，哦，啊，要会再继续上诉。啊，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讲，伫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拄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天。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裔，日本天皇迄天宣布投降，台湾还阁无中国人来哦，拢阿无。所以迄个时间点，遐住伫顶关遮台湾人的爸爸妈妈，包括伊的后代，
吼，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吼。那么2009年的4月7日，美国的联邦高等法院个判决，吼，因为阮搁甲上诉，吼，搁告，伊讲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还搁生活伫个政治的联合当中，吼，搁加判这两项。了，搁阮搁会当上诉，吼。啊，这个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以前，那以前咧讲，可能大家无咧信。因为台湾算讲算原来较高度开发的一个所在啊，吼，台湾人食穿用拢没有问题，所以真侪人拢无认为讲伊住在炼狱当中。啊，我来讲者，你可能就会感受。咱透早起来，吼，咱就爱啉一杯啊，含有啥物塑化剂的、起因剂的这导灵，吼，有无？还是 CT 咖啡？哎 ，CT 咖啡，迄瓜，迄杯盖，迄拢有毒的吼。啊，你出门都喷个烟，遐空气中足侪化学荷尔蒙、化学毒素，所以像那台湾人，干那食，吼，啊，穿烟熏的空气，都拢出问题啊。所以台湾人拢做个破病，莫名其妙得各种的癌症。所以病愈开愈大间，结果急诊室拢塌个甜甜，都要去客观的才会当安排着病床。啊，这就是政治炼狱啊！好，来，2009年的7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阮搁甲过嘛吼。啊，这是头一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土台湾人头一届向美国，啊，这美国征服者，哈。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依照国际战争法，包括旧金山合约啊，甲美国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吼、哦。啊，台省伫迄个联邦电话呢，第一届阮甲告的时吼，敢那美国受惊，咱秘书长就讲啊，讲安尼咱赢一半以上啊，因为啥？确实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无咱咱毋去甲英国告，吼、哦，英国敢要甲咱收惊？伊无管辖权嘛，所以伊若收惊，就代表美国嘅司法部门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啊，若有司法管辖权，就有其他嘅行政嘅管辖权。啊，所以台湾要做啥物代志，都要美国说了才算，好、哦、对不对？好，啊，这个本案被告美国政府伊嘅代表，就是。国务院宣布，这个阮甲告，阮告美国政府啊，啊，美国政府的代表就是国务院，吼、哦，伊的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咱所甲告拢对呢，我、哦、已经告到最高法院啊，后壁无得去提案呢，你若去伫法院吼，含咱民政府，咱秘书长去带攻防吼，有足侪美国龌龊违反台湾人权的代志，拢会用掀起来。哎，足歹看，这算人权丑闻，所以美国赶紧，第一拢还袂准备好的是赶紧放弃抗辩权，哈、哦，啊，这就是表示讲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哦，所咱个告的理由的法律见解拢总正确，哈、哦，国务院完全签入确认，哈、哦，就是讲咱个告拢告了对了，哈、哦，啊，所以。无话通去讲啊，所以就爱放弃面权啊，所以过来伫2009年10月7日，联邦法院宣布讲搁置本案待审，就是咧等行政部门，伊即马若要掀台湾的新闻地位、国际地位要甲掀开，阿强啊可能会起批评，所以美国的行政部门吼，包括国务院、包括国防部，因外交系统爱去甲其他国家。类似来讲个好势，啊，国防部伫去年吼，因、哦、是咪讲美军要甲60%个军力要刷来亚洲地区、亚太地区，对不？就是美国去年就开始拢一直咧含韩国、含日本、含菲律宾，吼、哦，含东西遐国家拢咧演习，就是这演习就是讲武器设备拢穿了好势了，现白你阿公啊，若要配兵要拍来无要紧，我家己拢穿好啊。安尼意思吼、哦，
司法部门应该是原来咧等美国政府准备好势了，较袂阁提起来审审。吼，即摆咧待审，就咧等，等美国政府传好势吼。OK， 2010年七月七日，经过协商，吼，台湾民政府伫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的特区挂牌运作，这是美国甲咱安排的。吼，啊，你甲注意看。这个七月七日，七月七日什么日子？美国国庆日呢？哦，这依然作亲哦，因啊，菲律宾的国庆日对一讲，嘛是七月七日。菲律宾因当初是美国的殖民地嘛，哈、哦，美国属地。那么菲律宾嘛有飞毒，哦，都像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飞毒啊，啊，飞毒都一直要独立，哦。啊！伊拢用游击战去拍骚扰美军，哦！啊，美军就出兵去追剿。啊，菲律宾有2000几个较大个岛啊，啊，若挂较细4000几个。啊，你甲拍要甲弱，伊就走去这个岛。你搁弱迄个岛，伊搁走迄岛。哦，美军摸头壳摸咧烧。我讲来来来，你搁我关10年吼，啊，我互你独立。啊，所以伫1946年七月七日，伫美国个协助之下。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哦，啊，所以你看这个七月七日，这有足有大足大含义滴啦，哈，好，啊，过来2010年，哦，就过过下月了，九月七八啦，哈，双方协调伫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世纪大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哦，庆祝咱挂牌嘛，哈，啊，国防部啦、国务院、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哦。超过800个啦，哈！台湾的民政府都800，哎，美国那边有正百个呢，吼。啊，九月七日什么日？就是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日期，那这嘛做艺术的哈。就是讲，美国要照旧金山合约内底条文来处理台湾的问题，哈。因为有关近代台湾的地位，都要回到历史原点，是旧金山合约。唔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干那美国嘅国内法。旧金山合约是48个国家所通过的国际法，哈、哦，诶，上有权威，哈、哦，啊，这是世纪大饭店咱参加酒会，哈、哦，啊，这是咱即卖主席，哈、哦，曾根宪昭所内上，哈、哦、，OK， 好。那么，刚迄年，哈、哦，2010年的11月7日。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国务内阁的成员，啊，美国有派人，国务院有派人来管理，哈。过来，伫2010年的10月7日，咱台湾民政府选出41个精英来组一个台湾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哈。啊，到即马，哈，为这个。这个日期估的啦哈，咱即马已经60届完训哈，啊有差不多3000名学员啦哈 ，OK， 好。啊，那么咱伫2011年1月25日迄天，咱有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送予咱的台湾的参议院，甲台湾主要占领权国美国政府核备，哦，做合法本土台湾人、台湾民政府、哦，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包括以后咱要发旅行证件，吼，诶，这个发完，咱要发什么证件，拢爱有法源，哈，依法来行政安尼，哈，好，啊，这里有通过2011年的2月7日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哈，啊，开始伫7月份开始实施了，哈，真正开始咧申请身份证，是今年的7月，哈，好，啊，过来。2011年10月20到23日，拢5天，咱台湾民政有150个内阁成员，赴日向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个台湾英灵举行这个慰灵祭，哈、哦，就这个咱去靖国神社，哈、哦，啊是安怎？日本遐有39000个咱台湾的英灵伫啊，遐人。大部分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南太平洋战争的这个高沙原住民，吼、哦，拢替天皇建祠的，
哦，所以因家设灵位底下咧敬拜，好、哦，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台湾人，那要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之一，台湾人替天皇祠上立于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华民国的军人啊祠替中华民国建祠是上的忠烈祠，好、哦，讲这个意思，所以台湾。是一个属日本的，日本天皇的，哈、哦，有只我那看会出来 ，OK。好，啊，过来，咱嘛，伫十二月二三去甲日本的天皇去甲祝寿圣诞，哈、哦。啊，皇居历史上，哦，这三七八年来头一届出现日本国旗甲台湾民政府旗啊。以前拢总干那这个旗啊，两滴米。天皇的皇居，就是2011年十月二三，头一届咱台湾民政府的旗也上入去，好、哦，啊，这就代表讲咱跟日本天皇有真大的姻缘啦，哈、哦。好来，啊，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未来要安怎？好、哦，即摆陆海空军这个。中华民国国军三军的司令部拢已经裁撤，拢改做指挥部。啊，即卖兵力有21万5，吼、哦，上尾啊要精简，甲剩12万，啊，以后会变做像日本的自卫队安尼，吼、哦。因为美国一直咧出手，伊包括先叫中华民国，因的所有的武器、顶冠、然后 logo、迄个车轮牌、迄个国有的吼。哦拢爱用油擦甲糊掉，吼、哦，拢糊掉去啊！哦，你注意来看。好，美国君主政府会入来台湾吼、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爱撤去到金门、甲马祖，啊，甲福建，因有一个福建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吼、哦，伫啊。即马中国迄个共产党伊嘛足了解。在台湾，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这些中国人，他们有受到美国的民主的教育，有享受到民主的自由的滋味。这些人若以后把遣送回去中国，啊，在他们有20几个省，然后回去每一省，啊，拢去啊，把遐民主幼苗拢都啊，甲点火，哇，全中国都乱糟糟啊，中国连袂变啊。所以中国作客讲，来，恁中国客若要转来，拢来平潭岛，我甲你集中管理，啊，设一个集中营地啊，甲你集中看管。你要乱住这个小岛乱，你袂住中国，我遮大土地内底来搞乱吼。来，啊是安怎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大家想看卖？哦，可能阿强来甲咱拍吼，对不？过去大家拢安尼想，好、哦，因为中国讲要学习台湾呐、啊，中国讲若台湾若独立出去，中国要甲咱拍，结果唔是呢，美国讲的呢，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伊安怎讲呢？2006年伊通明社甲香港遐甲访问的时候，伊讲美国。这个佐利克，这个国务卿哈，副国务卿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的听证会顶完，明确表示，我来讲个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啊，这做一个副国务卿，这一级的美国的主要官员，这样直率，哦，甲台湾独立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哦，这是真罕见。啊！伊讲，这是因为，互我甲话讲个清楚，独立就代表战争，因为这就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军爱来拍台湾，是美国要甲拍，啥物原因爱甲拍？因为台湾这块土地，等于要有两个主人，一个是所有权人，日本天皇。一个债权人，就战争债还袂还清的美国，吼、
你日本天皇还袂甲这条线清清楚嘛，所以暂时台湾等于底下伫美国手里。啊，我死遐侪美军，我含日本小舰，我美军死遐侪，我航空母舰和日本的神龙特工队唔掂，飞行机互你拍灾了，这些损失你拢袂赔我。啊，恁台湾人都要甲我提一对啊，要独立哦，要甲我提袂掉。当然美国要甲你拍了。哦，你这个战争在拢还袂行啊，哈、哦！所以台湾袂使独立，要独立，爱有相当的条件，哦，爱足困难的。哦，一连讲啦，高级班我较过来讲，哈、哦。好，啊，过来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诶、欸，啊，美国你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哈、哦，你讲自由民主法治，啊，恁家己美国人选举的时拢家己拢有咧公道。啊，那也不必和阮台湾人公道，啊，就统独公道啦。哈，你讲怎么咧讲统独公道？好，阿扁啊，一直拢要办这公道，拢要美国甲动甲压落来。好，啊，拄我刚才有一个防御性公投，吼，迄白大选，吼，2004年迄个，吼，哎嘛无通过。好，啊，咱即马来讲统独公投，咱来甲当作2008年。谢中廷跟马英九在选，啊，包括去年小英，哦，跟马英九在选，啊，是毋是拢一个等于独派民进党的代表跟统派国民党在选？因为马英九讲，因爸交代要终极统一，对不对？结果咱这两届，谢中廷迄届咱输200万票咧，小英迄阵三只小猪吼气势足好，稳赢。结果嘛，要输80万票。你若甲这两届拢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啊，若让外国人来看讲，嘿啊，是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要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嘛？你选马英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强啊，迄阵那派兵过来，你若统独公投，结果若是安尼时，哦，那真正讲是统独公投，唔是总统选举哦。那统独公投，那安尼结果，阿强啊派兵过来，其他的国家无权利去出兵来甲你维护台湾呢？恁欢喜要管的啊，要甲伊统一的啊？那以民主的精神，美国爱尊重咱台湾人的选择呢，对不对？好，我、啊、这头拄我都讲过啦哈，就是讲那这两项咱有完成，啊，美国特别甲监管交咱好。啊，来，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啊，即像讲真侪人拢讲，透过美国口来占台湾，也无看到美军。OK， 啊，咱为遮来看，为法律来讲，啊，甲一寡迹象来讲，啊，法律就是讲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哈，的第一号，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的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廖。核准哈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的9月7日，伫日本的东京湾哈受降典礼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兵的投降。哈，注意哈，命令蒋介石哦，用命令哦，接受日军在台湾投降，把日本兵的武器啊收起哈，啊，把因。日本兵包括因的军工交通，甲遣送等于因日本哈。啊，注意先啦，讲用命令，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是盟军的统帅，啊，那么蒋介石只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啊，所以位阶差一级，所以用命令哈命令蒋介石，啊，现在一定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因为美国是唯一。来拍攻打台湾的国家，所以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中国军无一个人，无一架飞行机哦，飞来到台湾来甲咱轰炸，来甲咱拍。拢美军来甲咱轰炸，吼、哦。所以，阮爸迄阵常咧讲，伊拢咧B29、B29轰炸机，就是讲美军派迄、那个，咱飞作惯了，你高射炮派袂着迄 B29 来。来拍台湾，哦，我搁伫阮的菜园啊，搁学着迄个枪支哈，
五年级前的政治，我都学到了哈。迄阵阮的东边啊，就是一个日本的空军的基地。哦，迄阵临时战斗机，阮爸爸迄阵因算运输队，因载牛车咧替日本咧运一寡物件。有时啊嘛爱派阮爸用牛车拖迄个真正的飞行机去藏伫个竹坡啊下骹内底。啊，迄飞行机场拢用美尼亚邦做模型。为电源看拢日本飞行机，啊，美军方一直咧炸遐查，啊，查做迄个假飞行机，哈，好，啊，这是代理尔哈，代表民军，咱唔是干那单独向蒋介石中华民国投降啊，咱是向盟军，哦，所以迄阵呢，迄个投降典礼伫较早光华堂，就即卖中山堂，啊，台北迄个中山堂，哈。内底有四个国家的国旗：中国、美国、苏联，啊，甲中华民国，哈。啊，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伊才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啊，就迄阵，比如讲北韩，哈，就韩国的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东北地区，是向苏联军的远东区的总司令投降。好，啊，那么。越南的北纬16度以北，这个北越，包括台湾甲平哦，是向蒋介石的部队来投降，哦，这是美国的分配啊，因为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依靠权力分配啊。OK， 好来，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B，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平湖的管辖治理权。OK， 那么第23条也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承认，当然这包括日本的台湾，哈，咱这阵是嘛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之一啊。好来，对日合约的拟定的是旧金山合约，是有51个同盟国的协商啊，这个协商拢是杜勒斯的主导加分配，啊，这杜勒斯的尾啊做个。美国的国务卿哈，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一个聘任，一个协商的总代表。好，来，再来讲美国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的4月7日，因为美国参众议会所高票通过订立的哈，啊，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因为一月初，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哦，啊，所以一定要追溯到遐，跟迄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连接，哈，哦。因为已经无中华民国了嘛，啊，当初是发一般命令是予中华民国来蒋介石，哈，哦。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哦，这是美国因的参众议院应该哩。进行订立，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因伫美国就定法条，一条一条一直定，拢无含咱参详。啊，就进行实施，嘛免甲咱参详，就进行实施啊！吼，咱敢捌听着讲有英国台湾关系啊，还是法国台湾关系啊？无呢？吼，过来，1982年的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啊，这是因为迄阵阿强啊，嘛美国要跟阿强签这个8·17公报，吼，啊，这个蒋经国足惊讲，是毋是因要过去哦美国出卖，所以真紧张，所以派伊外交人员去跟美国协商，吼，啊，迄阵台湾的民心足动荡啊，足侪人拢咧办移民，惊讲台湾要美国出卖啊，吼，阿强啊要来啊，所以足侪人拢咧办移民，吼，啊，所以。美国雷根政府哦，啊，就我那发一个文哈，就这6项保证来安搭住伫台湾这人的民心，哦，卖互因浮动哈。啊，咱来看讲到底这6项的保证是写啥物物件？来，第一个，讲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来设下杂志的日期，这个对台。啊，咱唔好定讲，就是咱台湾军吼，唔是啦，是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台，你啊拢爱想讲，这是
台湾关系来法来对台湾治理当局嘛是定义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意思的对哈。好来，啊，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事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哦，无免甲他们参详。美国想要卖你什么物件、什么武器，美国直接决定，免甲阿强阿参详。来，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哦，因为台湾关系法，哦，内底的文章所写的，是美国爱保持伊的能力，或对伊的实力，对包括国防军力，还是经济力量，来维护台湾人，哦，到底台湾顶完只台湾人的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包括经济制度稳定，哈。所以伊未去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哈。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所讲的讲，伊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好。啊，咱对这六条来甲看，是安怎？咱拢唔捌听讲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爱有任何的保证甲承诺。绝对，咱跟美国有足密切的关系。哦，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啊，这个军事的事件的战争在还未行，哈，所以美国要把这块土地顾好。阮既然让你占领，你要替我顾好，卖过去别个国家来侵占，哈。啊，另外一个咱来讲一个例啦，吼，就譬如讲。你若要娶某，哦，你若交一个女朋友，你一定跟伊关系好，甲一个程度啊，哦，啊，你想要甲娶，啊，你得要甲保证讲，啊，你若嫁我哦，我每一个月拢5万块，你买化妆品、甲买衫裤，用这保证。啊，第一条保证乎5万块，第二条我保证袂去外口花天酒地，哦，第三条那就像安尼，一定会安尼甲伊保证，一定有，恁已经有啥物关系啦，哈。唔开，安尼甲你承诺，无再要嫁你啊！好，来，过来看新竹的乐山雷达基地，那会挂美国的国旗啊！啊，这上新的雷达，哈，伊这雷达的这个侦察范围，哦，半径会当到差不多3000几公里。这个咱台湾人纳税金。开到要400几亿，结果咱拢袂无法度入去内底操作，拢是美军穿便衣的人伫内底咧操作这雷达，啊，这还说得到的一挂讯息哈，一挂情报，拢直接连接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哦，连接到遐去，啊，美国。伊若欢喜，就予你中华民国国军一挂基本资料予你看，你干来当看基本的呢？哦，较机密的拢无。哎，内外圈拢用美国人咧顾，中华民国干那顾外围呢？好、哦，来，咱来看讲，啊，到底是对一个国家咧替台湾的渔民咧赋予？哦，咱顶个月哈，咱屏东小琉球一个船长，迄个。菲律宾的公务船的人员啊，台死哈，用机枪甲拍死。那么，哦，马英九即马向美甲要死，伊就派海巡署啦，派海军，哦，又派海军的基德舰，哦，你看，这基德舰，哦，特别去赋予。啊，你注意甲看，啊，这基德舰顶悬，那会挂美国国旗挂上悬，啊，中华民国那会挂伫半中尔。啊，这上架位这就看得出来啊！哦，
啊，这位只看了解哈、哦，中华民国三军战争的时阵，伊的指挥权是伫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手里。这跟韩国同款，韩国平常时无战争，迄、那个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啊，若南北韩战争进来，美国副指挥官跳开做指挥，吼、哦，就听美军的啊。吼、哦，平常时当咧，互你韩国人吼、哦、做指挥官啦，吼、哦。我来看美国贺电的意义，吼、哦，你若当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拢爱得到美国的贺电，啊，啊，这就拄啊，像一般命令的第一号，蒋介石。好，一脉相传的来。哦，2004年三月就是阿扁啊，巴东拍到一枪嘛就掉嘛吼。阿哪样是不是占凯达格兰大道？啊，迄阵另外咧等美方美国白宫的贺电，迄、那个心情吼，浪、哦、差不多一礼拜，拢贺电拢无来，台湾人嘛都足彷徨吼，完、哦、了恐慌。阿扁就迄阵跟迄个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这个夏新一个查某，哎，三三啊呢吼，迄、那个交情袂歹，啊，就拜托伊讲，啊，无你嘛去问看白宫，啊，他是安怎贺电拢阿袂到，啊，结果夏新就真正去问白宫，白宫讲，你若中华民国中选会把迄个当选的证书公告打起来，半点钟来，我美国贺电就睡觉。哦啊，结果这个消息，国民党嘛，因嘛美国那边有外交人员，嘛就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往那通拢通报转啊。哦，哪日两边伫中选会就一个要打，一个唔好打，伫啊起起落落，玻璃拢钱钱拢弄破，好无？啊，结果打的就需要随风掠啦，但是你打迄个人录音机拢摄像机拢随摄个。传去予美国，所以半点钟来贺电就到位啊！哪军咧知影贺电到了，因个士气就瓦解啊！伊知影讲啊，美国已经甲承认啊，所以佫乱也无效，所以因就家己就准提去啊，吼、哦，就散过去啊，吼、哦。啊、哦，你为只看，啥物人是头家？美国嘛，吼、哦。对。佮来咱用军事基地来做比咧。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各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有普天间基地，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哦，那么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甲注意甲看，这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立的军事基地，这拢较早拢捌美军占领过，对吧？是。目前你无看到，无看到美军是因为美国委托蒋介石部队来甲咱占领哈。来，咱依照国际战争法所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你搁占较久，你就拢袂使移转主权。所以，甲阵中华民国伫台湾占遐久啊，犹阁无台湾的主权。好在在国际战争法有这个规定。你若讲，敢若用军事占啦，占袂到你个吼，啊，呾不是全世界拢不是咧烧钱吼，为着利益就拢钱啊，吼。啊，咱怎啊？伊拉克做咧，即算较新个咧，吼、哦，咱来做咧。英美联军伫即个2003年个3月19日开始攻击伊拉克，吼、哦，伫两个号个时间伫就甲占了吼，2003年5月70日完成对伊拉克个军事攻击。啊，进入战役的占领区，吼、哦，两个号就甲拍落来，吼、哦。好来，到2003年5月22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所成立的临时管理当局的权力，就是讲美国成立这个管理当局，会当在伊拉克实施伊的管辖治理权。过来，2009年4月30日，迄天了，英国军。降级撤军，英军先撤离，哈，撤离伊拉克。到2011年，哈，12月15日，哇，美军降级撤军，干那捞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
美国开遐侪钱，哦，啊，差不多开2000亿去拍伊拉克，开遐侪钱，拍拍也袂当甲占来做美国的伊拉克州，吼、哦，嘛是爱撤军，所以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包括去年美军嘛为阿富汗一直咧撤军，吼、哦、，OK， 啊，所以美国。即马全世界吼，靠咧照国际战争我咧行是美国啦吼。OK， 啊，那么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政府来占领台湾有68年，因为咱秘书长林志坚2006年10月2日控告美国的美案的判决，哦，该组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啊。哦，因为美国本来讲要甲咱暗砍一寡龌龊的代志。暗砍100年，无想到讲60年就迄个，咱秘书长个发言，甲告用人权的理由去甲告，吼、哦。好 ，OK。啊，那么咱来看讲，美国军政府哦 ，USMG 核发台湾政府身份证了哈，这个怕唔对。法院是啥哈？咱要发身份证，爱有法院咯哈，唔是乌白发的哦，唔是欢喜就杀来发咯哈。哦本来咱家是要写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啊，美国就跟咱讲，以后你会变成台湾政府，所以你只要用台湾 government 哈，台湾政府。啊，那么你注意看，咱家有一个分类啦哈 ，class 这个分类要加一个 TW。你若申请身份证，你有照簿来，有去请到日本时代，恁阿公阿妈还是爸爸妈妈，到日本时代到户籍有户口成本的。包括伊个后代，吼、哦，都拢是会当摕到这个本土台湾人这个身份。啊，那中国人要做只请，伊干那会当摕到 C 就是 Chinese， E 就是 exiled 哈、哦，就是流亡难民的意思。因退或者流难民证，因为因1949年到咱来台湾嘛。啊，因是唔是一般的难民哦？因是较高级的难民，伊安那？因有炸武器来。一般，像讲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啥物吼？所产生的难民，多难去隔壁国家、邻近的国家，拢爱作谦卑的，袂使炸武器过啊。吼、哦，啊，你啊拜托人甲你收留，吼、哦，甲你政治庇护啊啥吼，甲、哦、你照顾，提供你食衣住行。结果因遐来，毋是好气压压呢。因拢炸刀炸枪来，啊，咱迄阵台湾人也无刀也无枪啊。哦，所以就固在伊糟蹋家己嘛。啊，所以咱以后台湾政府，咱台湾民政府以后若办选举，你都要摕到这个 TW 人，你靠参选权，啊、哦，靠比选举权、甲投票权，哈、哦。啊，中国人伊就无资格啊。哦，因伊无摕到 TW 的身份。啊，有 TW 的身份人，才会当做公告人员，哈、哦。所以以后咱即种，嗲中国人，若伫公告单位，拢爱看看甲接收起来，互伊退出公告系统。哦，迄阵咱就无军队啊，咱若有是自卫队呢，哈、哦，像日本的自卫队安尼。OK， 啊，所以以后台湾的事务。就咱本土台湾人有 TW 的身份的人，咱家己来决定。哦，咱要选举，吼、哦，啊，咱要制定法案，拢爱有 TW 身份的人，才会这样作为来参加这个决定，吼、哦。啊，所以以后就无蓝绿对抗啊，吼、哦。因为哪拢大部分是中国人较侪，哎呀，中国人你若几下头掠起，伊就救伊啊，吼、哦。好，啊，这个法院本家。合法依据如下了哈，这改成有哦有大字了哈。依照万国公法、国际间接法、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第四条、第23条，佮台湾关系法哈，啊佮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啊佮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那么。美国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
真侪人听拢做不服，哈、哦。因为美国跟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啊，咱台湾人搁计较啊，啊，阮中华民国走对，伊搁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哦，这拢错误思想。美国这个政策是对，因为全世界联合国大部分的国家，哦，差不多160多个国家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啊，中华民国只是剩一个流亡政府，还是一个残余国家，因为伊敢那剩金门、马祖，还阁是伊领土尔，剩的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甲继承起啊，哈、哦，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对的，台湾人唔好误会。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哦，这个要了解哈、哦。台湾跟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牵起来哈。好，好来，啊，这个台湾有水无？啊，你有爱台湾无？嗯，啊，不过我听讲。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吼、哦。所以爱台湾，介侪人拢爱。台湾就敢那一个水姑娘啊，吼、哦。哎，对啦，啊，我怎么讲？水姑娘啊，结果水人无水命，400年来拢像舞女，拢陪人咧跳舞，咧咧跳台啊，去走过另外一个来，拢爱陪伊跳舞，拢爱甲因饲。哦，所以真可惜了哈。啊，咱要那突破这个困境，我是一个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员啦。民进党拄成立，好、哦，我就加入吧。哦，迄阵我囡仔拄啊生出来，哦，我阮朋友咧甲我讲，我你笑哟，啊，你是按怎无惊要嫁人饲啊哟？哎，因为迄阵还佫。白色恐怖要过戒严时阵嘛，吼、哦，啊，所以当然迄阵的压力真大，啊，但是我都自差不多高中开始较会晓思考，我都一直对国民党伫台湾的所作所为，拢持怀疑的态度，有足大的问号，吼、哦，啊，所以教官吼，也、哦、是军中的部队长，要叫我加入因国民党，我拢无爱。啊，所以伫军中好康个也袂轮到我，吼、哦。无照讲，比如我学电子个，吼、哦，照讲我爱派去电子学校受训，吼、哦，当下爱做即个啥物通信，会当升下属啊，对啦。迄阵吼，一般结果竟然派一个拢无电子基础个人去受训即个电子通信，吼、哦，当下人随升下属啊，爱迄个中国人。啊、那么台湾真可惜，400年来，哦，从荷迄、那个荷兰人来，把咱台湾当作是贸易基地，哦，因来拢叫咱原住民哦去拍鹿啊，伊摕只鹿皮去卖日本，去卖因这个荷兰因的国家遐人民，因为因遐国家拢较冷嘛，所以爱有鹿皮。回来做衫，还是做盔甲，吼、哦。那么荷兰人走了，换地仙公来，哇！即马咱换变反清复明基地，搁咧做人的基地，吼、哦。啊换大清来，哦，大清来拢无哪个人建设着，吼、哦。结果因来，因是捞钱的基地。因来三年关，两年满，因来都干那要外国呢，要趁钱，甲搭底啊，掉满满满呢，哦，做伊个捞钱的基地。换日本政府来，台湾变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南京基地，哦，是安怎？伊摕到台湾了，甲发现讲，哦，台湾真正是宝岛呢，一年三收呢，哦，因日本呐像北海道一年收一摆呢。哦，所以日本的粮食较欠，吼、哦，所以若到寒天，日本人生活就足困苦的。啊，台湾毋是，起码会当种两开的稻啊，
一开的杂粮，看是大豆、黄豆啊，是迄个玉米有番薯，这拢会这样讲。到较干旱的时，就种迄个旱作的作物，吼、哦。啊，所以物产作丰富，日本人来管了，会当广积粮。啊，所以若要发动战争，啊，中国话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得要粮草积有饱，因为战争拢需要粮草做后壁来供应。啊，你若无饭通好食，你三工你就软脚，讲你外口战我拢歹战，吼、哦。啊，所以日本摕到台湾了，野心开始大开，甲台湾作为一个粮草的供应的所在，吼、哦。所以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南进基地。啊，即马话中华民国来。哇！咱一个反攻抗俄的这个护军基地，一个在做基地，吼、哦，有够衰的对吧？吼、哦，啊，所以咱家看，这水的台湾，哦，这2008年我爬山吼，伫东海湾，我无意中翕的，你知？我嘛唔知啊。这一个基地呢，这是人造物呢，这就是九层湾的飞弹基地啊。无咧，刺射飞弹吼，就拢伫只刺射啊！咱个一挂飞弹设计好、装配好，拢伫只刺射吼。啊，这嘛是基地吼，嘛、哦、是个基地，甲金融一个基地的对吧？我、啊、说台湾人足可怜吼、哦。台湾，我那好个在讲，咱是迄个美国拍败。今仔日咱若讲迄个苏联拍败啊，咱就惨啊！咱实施共产主义吼。哦哇！咱大家拢病散啦，吼、哦！啊，当时会发生这个东西冷战，吼、哦，就是美国发言讲，共产主义要对外扩张的时，尤其伊发动这个南北韩战争，吼、哦，中国兵啊去支援抗美援朝，哇！啊，所以美军底下呢死袂少人，为啊开始美国。开始正式实施围堵政策，哦，东西阵营冷战的态势开始建立。啊，好佳在台湾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下，虽然委派三流的流氓中华民国政府来甲咱管，但是起码伫美国的掌控之下，哦，咱无许阿强啊甲咱退。啊，阿强啊，毛泽东嘛知影讲台湾的真正的地位。伊唔敢甲咱顶当，所以看你甲看八二三炮战，阿强啊，敢若敢拍金门妈祖，伊拢唔敢来拍金门，那照讲唔来拍平湖，还是台湾？伊若要拍台湾，上大声一定爱甲平湖退开，吼、哦！这过去，这个若要占台湾，拢是有这个例的对吧？吼、哦！你讲像郑成功嘛是，吼、哦！伊拢先去占平湖，吼、哦！啊，较来攻打。台湾本岛，啊，啊，美国伊拢有用伊世界观的世界战略布局，哈，你包括讲当时苏联，美国用这一步甲处理呢，雷根总统起来做总统了，伊就发布一个假消息，因为迄个时阵，无论你海军也好，航空母舰啊，还是潜水艇。啊！是你的核子飞弹，苏联甲美国的实力拢差不多。啊！像美国甲今下讲，哦，我今下要发展新战武器，哦，啊，我已经发明啥物空那个星空的这个作战武器，有镭射的哈，拢、哦、开始发明出来，发布假消息，和苏联情报员。啊，所以苏联足紧张的，好、哦，就甲所有。大部分的金钱、甲人力、物资，拢去咧研究变呐，完啦，伫太空竞赛来跟美国扯平，啊，造成因苏联的经济煞出问题。那要一顿的粮食，也是面包，排队拢排几工的，造成苏联的生产的效率一直降低，愈来愈恶性循环。造成到尾啊，因的经济崩盘，所以苏联吼，伫1990年91年迄阵，哦，苏联准解体，
啊，而且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啊，同款，本来美国是要甲中国要甲持有大家起来，因为迄阵东西咧对抗吼，美国是希望讲中国跟苏联是接做伙，中国派百几万兵伫东北地区这个吼咧守因的边境。啊，苏联嘛爱派党兵来防范这个中国，啊，所以造成因的兵力互相卡在那里，啊，让美国就会当较轻松，伊就免派遐个部队到太平洋地区。但是即马中国迄个咱的民主国家，即个美国啦、日本啦，就包括咱台湾，迄家投资、人才也去，资金也去，技术也去。甲价格因逐项拢会晓做，吼、哦！即卖中国人赚着钱啊，哦，开始往那发展伊个军事武力，哦，即卖呐，伊嘛有引起迄个战斗机吼。那么伫即个情形下，美国发现讲，哎，唔对啊，甲饲一个，唔知影伊吼，即、哦、几年啊进步遮紧，就是啥物原因？就是网络世界。以前中国人还是苏联人买来偷摕美国的高科技的这个专利啦吼，商业机密，拢爱直派人来，爱来美国卧底。即嘛免啊，免遐麻烦。因在中国吼、哦，北京还是上海，因有成立这个网络骇客的这个组织吼、哦。在因本国，干那电脑机器的，你要甲你入侵。你美国前500名大企业的网站内底去偷摕技术，吼，包括美国的一挂实验室，吼，也是军方的一挂实验室，足济资料拢要偷窃出去，吼。所以美国即卖伊家己知影讲安尼代志大条，所以因即卖嘛成立一个网络作战司令部，吼，因已经有4000个网军。因有分三个，一个是攻击性的网军，吼，啊，一个是防御性的网军，就是咧做防火墙的，吼，啊，另外一个是支援的网络的，一个设计新的，因的硬体的设备的这个后勤部队，吼，安尼要好啊，跟中国伫网络战吼先切开，吼，啊，伊即马已经会当发动因的立法通过因的。网军会当主动攻击，因若发现讲对方有开始有威胁性的攻击，美国的网军会当直接攻击，哈、哦，所以即马嘛开始转来，甲日本要甲饲好较大只，本来日本拢要美国甲饲条条，哈、哦，啊即马中国已经伊的军力愈来愈强，即马美国开始放任乎安倍晋三伊用这个。日元贬值这个政策，和日本的企业拢个挖起来，哈、哦，伊敢那贬值2%的日元，进日本都已经复苏啊，哦，因为汽车工业、电子工业拢开始咧赚钱啊。阿哥要放任和安倍晋三，你看安倍晋三即个众议院的选举哈，参议院的选举，伊就放假讲，伊要修改和平宪法。要甲因的自卫队要改做国防军，伫安尼情形下，诶，即核定大条的代志，你修改美国迄个日本和平宪法，日本和平宪法是麦克阿瑟伫遐做统帅时，甲因设定的吼，甲大日本帝国宪法甲修改，吼，互因袂使有宣战权，袂使有军队，吼啊，即嘛是美国是因为。替日本收作了一段真长的时间，美国发现唔对呢。啊，我来甲你收日本，啊，你日本人拢去发展你的工业、电子业，吼、哦、啊，做一挂电视、冰箱啊、手表啊，拢作秀的啊，甲我美国的，像美国 RIC 美国无线电公司拢跌倒去，安尼唔对呢。无来，你家己成立自卫队。啊！即马放任要给因的自卫队，要给伊安倍甲改做国王军，啊！即个
正正式个部队安尼，吼、哦，啊，这就是美国开始要甲日本个企鹅大只来对抗中国，吼、哦，这是美国个战略。美国所有个战争拢伫国外咧烧钱，伊毋捌伫美国本土咧甲人烧钱，吼、哦，伊拢伫国外啦，吼，伊拢派兵出去伫国外，吼、哦，所以航空母舰不管是拢准备十一只，伫五大海洋咧巡逻。啊！伊即马要甲六只个航空母舰拢要刷来过亚太地区，就是要防止阿强啊，即马强起来了吼。啊！伊即马要甲关岛即个安德森的即个空军基地，要甲关岛重新建设，变一个超级军事基地。因为奥克纳瓦已经阿强个飞弹会当射去到奥克纳瓦，所以奥克纳瓦已经算较无遐安全啊，吼。所以有一挂重大的军事设施，拢开始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这边来建设，吼、哦。啊，哪家拢建设好啊？可能美国特别显摆啊，吼、哦。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来讲到这，希望大家做一个认真拍拼，哦，把台湾的主权地位、法律地位拢了解了，你知影你的身份地位，你知影要安怎替咱台湾人家己来找一条生路，吼、哦。啊，这条路已经开好啊。等咱落去继续，方向咱已经拢有啊。等咱去甲开好路顺，做伙来拍拼。好，多谢各位，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点心。好，以下念到的四位学员来找我领那个学生证：陈新元、刘宪吉、王顺成、林彦成。